啦，开台啦，一点钟又要睇达哥，声音画面有冇问题？大家欢迎来到这里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达哥对决世界级冠军高手梅园的环节。咁啊，欢迎大家嚟啦！咁啊，面对住一级嘅高手梅园咧，我都苦练咗好耐啦。呢一个月咧，咩啊？赢一弯系嘛？尽量啦。咁啊，呢一个月咧，我请咗好多高手咧嚟同我特训噶啦，我都希望唔好令佢哋失望啦。同埋你哋咁多人嚟到，点都要打翻好啲啊嘛！一阵如果我同梅园打嘅时候咧，麻烦举高手俾啲元气我，出元气弹。咁啊，交翻俾你先啊，主持。唔该晒，想唔想同达哥一齐上台打机啊？大声啲先得噶，想唔想啊？想啊，咁不如有请咧达哥咧拣啲人上台同佢一齐打机，好唔好啊？斗快举手喎吓，嗱我做三声之后咧，斗快举手，然之后由达哥嚟拣啦吓，嗱放低手先，放低手先，乖啊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呢个啊，眼镜呢个女仔，眼镜女仔，你听埋先，听住先。听住先，呢边上台。我一阵打梅园啊嘛，系咪？呢个时间唔系俾你嚟虐杀我，系应该加强我嘅自信心啊嘛，系嘛？我参八个啊嗱，有请我哋头先嗰位朋友可以上台。想用咩角色？呢个女仔唔少嘢啊！话俾你听，一睇就知隐世高手嚟啊！你睇，识用春泥，你拣啦，请随便。场地好，欢迎嚟啦！第一场啊，就系超强嘅春泥对一个平平无奇嘅青狼啦，睇睇点啦！大声啲！哇！好犀利啊！呢个人唔惹少啊！
師傅先啦，我師傅教我成個月噶啦，我每晚放工咧開完台11、12點咧就練習噶啦，儘管進攻。系咪有翻咁上下先？够唔够料对同呢个梅园对战？睇嚟有啲机会喎、啊，你对住阿呆哥都好啦。多谢晒呢位朋友。咁但系咧，虽然咧不敌呢个达哥，但系我哋咧都有一份 T.S. 嘅特别礼品包送埋俾你嘅。不如就由达哥咧交到我哋嘅朋友手上。多谢你。多謝你嚟加強我的自信。三位可以望住前面啊，望住前面影翻張大合照。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呢位朋友仔。仲想唔想繼續同達哥打機啊？想啊，不如抽多個啦，好唔好啊？抽多個啦，好唔好啊？數三聲啦，好唔好啊？預備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勁唔勁啊？一陣上嚟，我即刻信心大減啊！你係咪真係唔識打噶？唔識打就嗌你，呢位戴帽呢位。你好。我今日咧係講少咗好多嘢，因為我氣氛好凝重，大戰啫，我驚泄咗個真氣咧，我唔可以講太多嘢。要揀角色啊嘛，圓圈呢、這個真阿 Ken 啊，好啦，第二场阿 Ken 对青狼啊，呢个拳呢个脚，呢三个都系拳，呢三个都系脚，加油啦 ，Ken， 好劲，识出波龙拳。阿 Ken 加油啊！多謝你支持，多謝你加強我自信。你負碌輸咗定係點？真係唔識打。我負碌贏嘅。睇得出啊！不過多謝你嘅參與，我哋有請我哋嘅春泥可以送翻份 PS 特別禮品包俾我哋嘅朋友。然之後咧，望住我哋大會攝影師影翻張合照。
唔該曬。Thank you。知道，收到你嘅鼓勵啊！唔好俾佢停啊，好唔好啊？揾多個好唔好啊？都未數，咁快舉手做咩啫？唱歌。是不是他唱就不打機先？是啊，那不是挺好的，因為今天始終都是打這個 Ultra Street Fighter 4嘛。無謂嚇親日本的朋友啦，是吧？這麼遠來到，啱啱，是不是？我怕我聽到嘔。費事他好聽到不捨得走啊，居留過期居留啊，知不知道啊？點啊 ？OK， 不如抽多個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預備舉手啦，嚇！預備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好想玩，但你喺入邊，我驚出面啲人會唔係幾滿意啊。推冧啲鐵馬就唔好啦。一係叫啲厚啲啊！呢位啦，後白衫呢個舉到喺度入緊。麻煩白衫嗰位朋友咧，過關斬將咁嚟到我哋台上面啦，唔該。龍尾喺邊啊？我想知道，舉舉手啊嘛，最遠嘅位置。你要嗌山頂嘅朋友啊，可能。辛苦你。請問想用咩角色呢？呢個揀角色，咁圓圈，係啦。殺二龍喎，係梅園大悟最中意用嘅角色。佢係呢位仁兄係好心啊，想俾我打梅園之前練習一下，多謝你。哇！殺二龍，殺氣洶，落殺氣騰騰。哇！惹少嘅禮品包，然之後望住我哋嘅攝影師影翻張相。呢部啊 ，OK， 唔該曬，辛苦曬。Thank you， 俾少少掌聲俾頭先幾位朋友啊！
形勢大好喎、啊，達哥。哇！換制咯喎。啲自信啊！我唔使我講啦，跟住你要對住邊個？有冇信心啊？唔好 O 嘴先啊！有冇信心啊？元氣啊！你睇下我神色好凝重，我而家都即刻改變咗氣氛。好啊好啊，整啖水先啦、啊。好有壓力啊，係咪啊，達哥而家？賣廣告係賣呢個廣告。不如問下現場朋友啊，你哋覺得達哥會唔會贏啊？佢開翻盤喎、啊。會唔會贏啊？我諗我都係第全香港都係第一次有人係俾人問呢個問題咧，喺啲 show 度咧係全部人唱反調咧，我諗我都係創先河。我贏就負六，咁我輸咧？聽唔到佢講咩啊？正常。好啦，唔好搞到達哥咁無奈啦。手勢亦都已經 set 好啦，不如而家就請阿梅縣大五上場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齊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梅縣大五先生。哥咧都有啲説話咧，想同阿梅縣講啊，係咪咧？ごめんなさい、こんにちは。ごめんなさい、とStreet Fighterで対決することできて非常に光栄に思います。今日は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使唔使自己譯翻啊？梅縣先生。你好啊！可以同梅縣先生喺街霸上對決咧，我係非常開心嘅，非常覺得榮幸嘅。咁啊，希望佢今日多多指教啦，同埋係啦，切磋下啦。比賽第二，友情第一。你話僕は毎晩ゲームのライブ中継を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、毎回負けてしまった時、いつもサポーターたちにバカにされるんですよ。もし私勝ったとしても運がいいだけどか、招集を毎週したでしょ。那さ、ごめんなさん、何かゲームのアドバイスをいただきますか。我先翻譯下先，我先翻譯俾大家聽。我問咩問題呢？我就係話，我每晚咧就喺度做直播嘅時候咧，如果我贏嘅時候咧，啲人就會話我負碌好運，但係咧或者收買咗對手啦、黑哨嗰啲啦。但係如果我輸嘅話咧，就會啲人就會笑我啦，恥笑我好開心啦。跟住我就問梅縣先生啦，有啲咩意見可以俾到我呢？あんまり彼にはアドバイスしたくないですね。もうまきに言う。もうまきに難しいの話ですか？さあさあ、梅原さん、誰、なぜ、なんで龍が好きなんですか？龍。点解咧？梅原先生咁中意用阿龙嘅咧？我而家就喺度问紧佢呢样嘢。なんでですかね、あの子供の頃から使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、なんでだろうな。まあそんな理由ですかね、昔からやってるんで。係啦，佢話咧其實冇乜特別理由，係因為由以前開始就一路用阿龍咁，所以就用落去咁咯。哦，最後の質問です。なぜ梅原さん女性のキャラクターは使わないですか？なんでですかね、別に理由はないですけど、全然使わないです。
そうですね、確かにそうですね。偶然だ、僕も女性のキャラクター図はない注意者です。係啦，咁咧頭先達哥就問點解佢唔用呢個女性嘅角色啦，咁樣。跟住我問佢啦，咁佢就話：佢話冇咩特別理由，但係真係完全唔用嘅。但係同我一樣，我嘅理念都係完全唔係用女性嘅。大家都係高手，呢啲叫咩啊？英雄所見略同。佢話大家都係高手啦，大家都認唔認同啊？じゃあ時間そろそろもうあった。梅原さんどうぞ。